亲阿伦哦，好漂亮的灯哦。漂亮的灯，小朋友，小小的也是对的。好漂亮的灯哦，弟弟好漂亮的灯哦。很多电灯哦。那灯机，灯机。杰伦。我的鱼可能会瞎。他在咬了，在随着音乐在咬了。你看水果，你不要看水果。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今天活动主持，我的名字叫查查，大家好。好的，现场的朋友们，大家晚安，新年快乐。新年快乐。好，因为我这样台上听，我们小朋友好像特别多。那因为胜利新村呢，旁边的星星真的很漂亮。那第一首歌，我们就用心为大家带来，大家我们来一场大合唱，因为这首歌呢，小时候大家都非常喜欢唱的一首歌哈。一闪亮晶晶，满天都是小星星，挂在天上放光明，好像许多小眼睛。小朋友来，看着旁边的星星。亮晶晶，满天都是小星星。在
一起，祝爱你会精神起，唱歌又很用力，那个很用力，月亮就是我照亮你的心，温暖你的心，你是小星星陪在我身边，永远不分离，在夜里很美丽，就像你的眼睛那亮晶晶，我们会在一起，你会精神起，唱歌要很用力，那个很用力，月亮就是我照亮你的心，温暖你的心，你是小星星陪在我身边，永远不分离，越拍越旺，来，大声点，给自己最大的掌声。今天晚上当我醒来的时候，我的脚趾头在蠢蠢欲动，他说今天晚上心情很不错，想到哪里，胜利新村走走，再行一次，胜利新村朋友们掌声一点，有一点无厘头，我的心情像如果输在花洞，就找到出口，我要找到出口，谁负责轰隆隆的节奏，翻出来自首，一起到遥远的外太空去算一算头，我今天决定我要放纵，我要喊我要到所有人的梦中，和世界牵手，牵手，牵手，奇怪的废话想说，牵手，牵手，我的热情全力不休，牵手，牵手，白人的不做先跳过，牵手，牵手，我是随时随地有口吉他。我的脚趾头在蠢蠢欲动，他说今天晚上心情很不错，想到胜利新村走走，
于是暗暗的天空开始灯光闪烁，我的时间有一点无厘头，我的心情像枯果树在挖洞，想找到出口，我要找到出口。耶耶，谁负责喉咙我的节奏，喊出来之手，一起到遥远的外太空去甩一甩头，我今天决定我要放松，我要海波涛，我要让所有人的梦中和世界牵手牵手牵手，奇怪的悲观洒脱，哦，牵手牵手，我的热情全力无休，牵手牵手，凡人的步骤先跳过，牵手牵手，我随时随地有空。来 ，one two and one two three， 新年快乐，新年。牵手牵手，凡人的步骤先跳过，牵手牵手，我随时随地有空再来，牵手牵手，奇怪的悲观想说，牵手牵手，我的热情全力无休，牵手牵手，凡人的步骤先跳过，牵手牵手，我的热情全力无休。啊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为大家带来为什么我们叫二行程的歌，哦，二行程的年代啊。不过我们的二行程，我们要介绍，我们不是那个摩托车的那个二哈，不是只有两横哦，啊，我们的二是大家要去银行以及邮局要领钱的时候会写到的那个，你要去领2000万，你要写那个二吗？不可能写那个两横那个，对不对？当你写那个话，你可能你的那个2000万就领不到了，啊，所以我们二行程。就是希望说呢，我们在这，因为我们台上三位，刚没有发现，没有发现不见，60岁了，加起来，二十六，好了，那因为呢，我们就是在我们的口袋大了，行程二行程的摩托车了哈，因为。先往这里好了。你看，好漂亮！你看，对，你改一个，你就好拖，就好拖。下个礼拜拢是。这个还是有双节的，这个可以。心想事成，你就给我花想事成。对啊，是哦，里面呢，就是放在里面，然后大家沿着那个这样跑。没有，就是去里面抢。是哦。我问他怎么办啊？他们就是。诸事大吉。还是你用。这里，你看，哇，
红红的，好漂亮。水果餐。先拍啊！不包会掉。包面吗？啊，很多问题没弄好。大面你大概家里开几个用啊？卖什么？豆沙包，那个摊位而已。他们两个站在这里啦。他给人家拍照。站在上面，对。多人。他要这样吗？这人干嘛一直这样？这个是什么？这是水泥。什么材质？等一下。木头。那个小精灵会吃那个游戏啦。那个广西有没有？好。鬼的时候就会。小精灵。要拍吗？哦，可以，可以啊。慢慢做，然后就打。对啊。嗯。哇，好多小电灯哦，漂亮的电灯。我进来还有那么好看。还不通哦。这里很热闹。那里在干嘛？你不要看电灯哦。嗯，怎么这边了？那边没有了。嗯。又回到那个了。它香港灯会就比较。灯会是就是一个造型的灯，一个造型的灯。哪里知道吗？这一间的，好多电灯哦，这边有熊，那里面什么地方？有熊，有熊，可以再讲啊，你要盖几件？哎呀，好漂亮啊！要进去看花，应该是外面呢，到那里面。哇，要讲钱花吗？对，妈，你去给他给他照啊。不用了，我这样。不要贴了。还要照吗？你要照，我帮你用马赛克掉。OK， 再次哦，再次，再次。太暗了，怎么都不会。对了。灯都挡住了。等一下，没有效果。阴影效果。赶快小朋友，你们也是黑的呢。那边的灯光都脸上暗，它照射上去的都。现在灯不能挡住，就好在那边的灯的底下。对，一二三。特别像那边在打光。好，意思就好了。好，来，南台湾之旅，放下。噔噔 ，Dinky，Dinky。被打光了。没有啊，他们来。杰玉伦，
然后在上面去绕一下，来。多灯，右边那边，要不然等下我们往右走，然后等一下你们在前面等我就好了。啊。